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创始于1950年，是生物制品产学研一体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。四价流感病毒痢疾疫苗是我们上市的主要品种之一。四价流感疫苗车间从病毒培养至收获环节，我们配备了两条产线，每条有9台施陶比尔机器人。机器人的高精度、高速度以及全封闭式的设计，确保了卫生、安全、高效的生长环境。通过实现生产设施设备的自动化，这将会有效缓解流感疫苗市场供应一针难求的局面。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秉承关爱生命、呵护健康的企业理念，共同助力健康中国。